Thank you, Madam Chair. May I speak in Chinese? Speaking Chinese may save about 5 minutes so we can go to lunch earlier. Okay, please prepare your earphone. 尊敬的各位部长、阁下，尊敬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代表，各位部长、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与大家在美丽的津巴布韦瀑布城参加这次会议，共同交流、探讨，进一步推动。 实现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目标。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向津巴布韦政府、伙伴组织秘书处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为本次会议所做的精心筹备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的各位同志。 致以良好的祝愿。1994年，来自17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开罗，召开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将人口与发展工作的重心从人口目标转向了人民的需求。 愿望和生殖权利，标志着人口与发展工作思路的转变。在那以后，世界各国致力于践行行动纲领的原则，努力促进性与生殖健康、性别平等以及青少年生殖健康等人口与发展重点领域工作，不断提高人民健康和生活福祉。 包括伙伴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在这一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各国提供指导和支持，助力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确保没有任何人掉队。对此，我们深表赞赏。自从 开罗大会，国际人发大会20周年以来，中国政府高度认同，并且积极贯彻落实国际人发大会的精神，从更广泛的生殖健康和生殖权利的角度审视人口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生殖健康服务水平，促进性别平等，关爱青少年。 在实现国际人发大会提出的大多数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妇女、儿童健康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各位阁下、各位同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人口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 和战略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和形势依然严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和难点仍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非洲国家。今天南北发展差距也还仍在拉大，世界还有超过6亿人口处在极端的贫困之中。 特别是新冠疫情更导致全球人类发展进程30年来出现了倒退，国际社会对于实现行动纲领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对这些挑战，我们表示十分的关切。女士们、先生们，9月12号是 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南南合作体现了我们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精神。作为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始终是南南和三方合作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在国际人法大会即将迎来30周年之际，中国愿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伙伴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人法大会行动纲领取得新的进展，助力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谢谢。I thank you.